我们分不同的路段进行了测试，看一下机器狗在这样一个陡峭，包括说坡度要大于45度的这样一个坡度的情况下，它整个的一个跟环境的适应性，我们也在进一步探索机器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更多方向的应用。昨天跟他合了影，我看着他爬山了，这狗感觉挺神奇，希望以后能有一个拖人上山的，那就更好了。走得很快呀，负重前行，爬山下山，它能够取代人干不了的事。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ate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